我们开放好了。现场刚刚还没有人抽到买一送一五折，对不对？还没有人抽到。我们现在呢，要选一位最热情，而且大喊我们代言人名字的。我待会数一二三，把我们代言人名字喊出来。只有一位哦，直接来挑战我们的拼图，九宫格拼出来，我直接送买一送一的优惠券。想要的朋友请举手说我。真的就是你们的，好了，所以还是要喊一下好不好？帮我们代言人名字喊出来，一二三，王颖平，好了，赶快帮我们挑选一个图片，就是让你们来挑战。好，待会挑战成功呢，哪一个？你可以让你挑。好，这个哇，本人在这边，你看到图案不好意思，本人在这边会非常不好意思。好，待会就跟着我们这个九宫格的拼图。好，拼出来直接送买一送一的券。好，我们全系列没有啊，一张啊，你们要一起是不是？没有，一张。